尊敬的面试官，您好，我叫庞新雪，今年22岁，来自于山东省烟台市，毕业于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主修为学前教育专业。我非常喜欢孩子，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孩子，我考取了钢琴8级、声乐5级和奥尔夫音乐等证书，而且还考取了普通话证书。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孩子，也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，我又考取了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和小学音乐教师资格证书。平时我喜欢弹钢琴，然后现在在准备钢琴10级的曲目。虽然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但是累积经验已经近2年。在大一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实习了。大一的时候是在神墨教育机构，面向的是4至12岁的幼儿，教授孩子们口才和绘画。在大二的时候，为了响应学校的要求，我去了市直机关分园黄金国际幼儿园，面向的是3至6岁的孩子。主要从事幼儿园教师工作，在大三的长期实习中，我去了智慧优家教育机构，面向的是4至6岁的幼儿，现在是担任3班的班主任。我觉得这些经验对于丰富我的经验、增长我的知识见解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大三的时候，我了解到新加坡的教育水平，所以一直非常向往。终于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，投下了这份简历，很希望成为贵校的一份子。我会更加努力，丰富自己的知识经验，更好的服务于孩子们。